人声吟唱，伴着海浪，连绵不绝的山峦让人心醉，吸引许多外国游客来享受东台湾的美。妻も息子もとても楽しんでくれている。有的是家带眷，也有的是和好姐妹一起出游。파동에서대만의모든것을만나볼수있다산바다먹거리놀거리就是这么享受。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用国际旅人的视角拍摄宣传片，大获欢迎，还获得休斯顿国际影展旅游类的白金雷米奖。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部落的多元文化，那其实也是这一次我们影片的一个重点。看得到好山好水，也能感受部落的人情味。这支长达3分钟的宣传影片，去年也曾经获得葡萄牙国际观光影片节的最佳亚洲影片，以及第一届日本国际观光印象季的东亚观光影片优秀赏，一次又一次的在各国间拿下重要奖项，也让台湾的美不断在国际间展现。